大家好，我是元宝。今天我们来讲述一起发生在辽宁省鞍山市的特大杀人案。一个被称为全村希望的男人，为何拿着铁锤一夜之间疯狂的杀戮？这其中还包括了自己的妻子、儿子还有父亲。接下来呢，开录本起案件——铁锤杀戮日。2011年4月14日，鞍山警方接到丁某的报案，说鞍山市千山区宁远镇二台子村的一个名叫百克多家的大众浴室内发现了多具尸体，这其中包括了自己在这里做吧台服务员的表妹孙月。警方随后赶到了现场，在浴室和紧邻着洗车店内发现了10具尸体。这些死者分别是浴室老板娘严冰、老板娘的儿子周应浩、老板娘的公公周奎元、浴室收银员孙月、洗车工王振琴、洗车工何树杰、浴室的房东郑凡勋、房东的儿子郑祥峰、隔壁五金店老板的父亲丁树元，还有一名洗车工的名字呢，当时没有查到。但是这时呢，有一个人不见了，那就是浴室的老板周玉新。自己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却迟迟不见他露面。随后警方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发现了端倪。在2001年4月14日的上午，该浴室的老板周玉新驾驶车牌为辽 CQ3450的某飞牌面包车离去，汽车的前后风挡贴有于新电器修理厂的广告字样。根据死者的死亡时间推断呢，案发时此人就在现场，周玉新很有作案的嫌疑。但是在场的人谁都想不通，死者里可是有他自己的家人呀，而且其他死者都是自己的员工或好友，谁都不相信这么一个平时踏实肯干的人怎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的。但是警方只能相信证据，随后发出了全省的通缉令，对他展开了全省通缉。为了防止嫌疑人外逃，警方迅速展开布控，并查看沿途监控，查找周于新的下落。这边呢，我们来说一说周于新去了哪里。14日上午作案后呢，他开着自己的面包车逃窜。为了避开主要线路，他经鞍山市郊一带前往鞍山的东部山区岫岩县，之后他又从岫岩折了回来，前往鞍山以南的营口大石桥市，之后呢又向南开到了营口市的鲅鱼圈开发区。15日下午来到鲅鱼圈开发区红海滩附近后，他先是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把身上带血的衣服呢还有鞋子脱了下来烧掉，换上了新衣服。之后由于十分的疲惫，他来到红海市场附近的一家网吧，打算进入灯光灰暗的网吧内休息一会儿。刚到门口呢，就被正在巡视的警察抓获。因为呢，当时他的车就停在网吧的边上，车玻璃上于信电器修理的字样呢，把他暴露了。周于信被抓获后呢，很快的承认了自己的杀人犯罪行为。这个消息一经爆出，当地很多民众呢都不敢相信，尤其是他们村里看着周于信长大的长辈们。说到这里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周于信这个人的经历。周于信原本是鞍山市宁远镇大杨气村的村民，半年前搬到了临近的二台子村租房，做起了浴室和洗车的生意。据大杨气村的村民介绍呢，周于信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因为精神病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他的外婆呢也有精神病史，他是被父亲带大的。这个孩子性格内向，但是自尊心特别的强，而且呢爱学习和钻研，平时爱看李嘉诚、比尔盖茨等名人的财富故事，期待通过创业呢发家致富。周于信后来在技校读书的时候，学习也很认真，对电器维修、机电类呢也颇有兴趣。结束学业后，他开始了打工，但是打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想着自己创业开店。不久就在打工的附近呢，自己开了家维修电器的店，取名于信电器维修。开了店后呢，收获不少。就这样，周于信在当时的同村人的同龄人中算比较富裕的。当年正是因为周于信很能干，同村的严立斌才支持女儿严冰嫁给他。严冰长相漂亮，村里呢也有很多追求者。这边赚到了钱的周于信开始想扩张自己的事业，他跑到邻村靠近镇上的地方开了洗车店与浴室。此时的周于信做得有板有眼，他一口气租下了3个门面，装修时呢将浴室和洗车店的内墙打通，两家店统一打出了招牌，对外营业。当地几乎都是人工洗车，他却搞成电脑洗车，还依托洗车店搞了个车友会，以此招揽顾客。但是周于信还是觉得不够，而且自己喜欢机电方面的工作，他就拿着洗车店和浴室赚到的钱回到了村中，利用这笔钱开了一个小型的机电维修厂。刚开始还算顺利，但是就在2008年的时候，他家的地需要拆迁，周于信也很配合，拆迁以后获得了一笔资金。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周奎元对周于信说呢，不要把摊子铺张得太大，
周玉信不但不听，还一气之下把父亲送到了养老院。这边拿到补偿款的周玉信带着老婆孩子呢来到了岳父家里居住，而聪明的周玉信竟然想利用岳父院子里的几亩地再开家工厂。可是这一次的开厂不是很顺利，一直没有订单，工厂也一直没有工作，他把老本投资的也差不多了，可就是不见好转。岳父也开始反对他，看不起他，说他干啥啥不成，吃啥啥没够，屡次的打击他的自尊心。这边入不敷出的周玉信也没有钱给父亲缴纳养老费用了，只能又把父亲接了回来。而后他又向岳父借了10来万元，也向岳父家的一些亲戚借过钱。从2010年开始，岳父就向亲戚们放出风声，说周玉信无能，劝大家不要再借钱给他。周玉信再次向岳父借钱呢，仍然遭到了拒绝。长期积累的矛盾呢，让他动了杀机。但是就这个原因，周玉信的岳父事后一直持反对态度，他不承认自己有过这些行为。原本也觉得呢，这一些也不重要，毕竟这个老人失去了女儿还有外孙，倘若真是如此，元宝也持公平的态度去看待，谁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一点。当初小伙子踏实肯干，老人也愿意把女儿嫁给你，现在你事业出现了问题了，老人也掏出了10几万元来支持。本来都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庭，10几万元呢也不是小数字，谁会不在乎呢？在乎着急的情况下就难免说出不好听的话，但是也不是你憎恨他人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在这里呢也不是歧视谁啊，一个农村的老人，你让他有什么创业理念与眼光呢？还不是看结果呢？你迟迟不赚钱还赔老本，你让一个老人怎么去相信你能行呢？以上呢也是元宝个人的观点，接下来继续聊我们的案件。在周于新被捕后呢，当地的民众也给警方提供了很多关于周于新的情况。结婚以后经济大权一直掌握在妻子严冰手中，平时周于新兜里也没多少钱，有人说他不喝酒不赌博什么毛病都没有，那是因为手里没钱。有村民说呢，平时大家找他喝酒，周于新很少的参加，因为没有闲钱回请。在生意越做越差之后，这种情况经常的发生。在开办于新修配厂之前，周于新可以说是附近一带比较富裕的小老板，村里的几家杂货店和小超市店主们都说，周于新以前常抽的烟都是10几元一包的香烟。在这个鞍山近郊的小村子里呢，这种香烟的档次已经不低了。但自从周于新二次开厂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此时的经济已经非常困难了，这从他平时抽的香烟档次呢也看得出来。店主们都说，从那以后周于新来买香烟已经是3、4元钱一包的了，买包5、6元香烟的时候都挺少了。周于新被捕以后呢，也供述了另一个杀人动机，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经常带来家中玩的电脑上网与其他人聊天视频，聊天的内容呢也不让他看到，而且经常神神秘秘的消失几天，回来后也是非常的冷漠，对周于新的质问呢总是在逃避，这让周于新起了怀疑之心。另外呢，他还怀疑妻子与他洗车店里的一名洗车工有染，这更加打击他那脆弱的自尊心。这时间久了呢，周于新就开始不一样了，做事呢跟想法都不像正常人一样了，他经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终于呢，在2011年的4月13日的晚上，他又一次的质问妻子，妻子呢还是不做回答。这个男人脆弱且敏感的自尊心崩溃了，他顺手找了个铁锤杀害了自己的妻儿以及妻子的外甥女儿。随后他坐在那里拼命的抽烟，抽了4包香烟，谁也不清楚他此时在想一些什么，就是在那里静静的等待。到了早上，来上班的几名员工与周于新的父亲刚走进店内呢，迎接他们呢就是朝面门砸来的铁锤，一下子一个将他们杀害掉。杀了这些人后呢，周于新打去电话给房东说来收租金，又把房东跟他儿子杀害了。这个时候他父亲的老朋友来到店里找他父亲唠嗑，见到了作案的现场，周于新一不做二不休也把他杀害掉了。事后警方调查时发现了一个在浴室吧台上的日记本，上面记录了周于新作案之后的留言，上面内容为呢，严冰，我爱你，我爱你一生一世，是网络把我们毁了，所有的这些事呢都是你爸爸逼的，小凯，这是你跟你爸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你和你爸的愿望都实现了。小凯是谁呢？是他妻子的弟弟啊。据周于新的供述呢，他不打算杀掉小凯，而对于为什么杀掉父亲儿子以及很多无关的人呢，他低头不愿意回答，不清楚是不是还在维护那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周于新杀完这些人后呢，曾给岳父打过电话，请他来洗浴店内谈事情，可岳父没有过来。之后呢，他不甘心，他开车去岳父家里寻找，正巧岳父出门干活了，躲过一劫。最后在2011年的12月6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周于新死刑。说到这里呢，其实本案真正的杀人动机还是有很多疑点的。
凶手周于信一直在说怀疑妻子出轨，那他的妻子到底出轨了没有？还有他的儿子他为什么杀害？他的父亲他为什么杀害？还有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去杀害岳父呢？难道这就是单单的不支持他、冷嘲热讽的原因吗？房东与房东的儿子做错了什么？而且他是打去电话约来房东以及房东的小孩的。还有洗车工人，他妻子就算出轨洗车工，难道三个人都是出轨的对象吗？所以元宝在这里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元宝觉得这些人的受害应该都是围绕他妻子的出轨问题而遭遇毒手，有可能是他妻子出轨问题的参与者或者是知情者。凶手在被捕后供述的动机也是笼统，只是在单方面的发泄自己的仇恨与不满，对这一些细节呢一直未有供述。从周围人的描述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呢，他这个人的自尊心很强，是不是这些细节令他难以启齿呢？但是不管如何，人是他杀的，他也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以上呢仅代表元宝个人观点，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最后还是那句话，愿世间没有罪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